喂，你们三个谁再过来一下？哎，喂，二宝，你去。哎，不要，哎，小宝，你去。我不要去。喂，听到没有啊？你们三个这是怎么了？救不了了，放他走吧。喂，怎么了？你们这椅子坐得很难受哎，就没有高档沙发吗？还有，这饼怎么吃啊？我要吃披萨，最少也来点蛋糕什么的吧。还有，我已经10小时没洗澡了，快和你们一样臭了，知不知道啊？叫你呢，喂。好了，吵死了。你们三个，放了他，立刻马上。你出来吧。我偏不。算我错了，我请你走还不行吗？错哪儿了？错在这混血站的条件不适合你，那高大上的圣云堡才适合你呀。对，就是圣云堡。哦，圣云堡就是小公主说的那个星级酒店啊，对，就在那个方向。你们让我走我就走啊，那本公主不是很没面子？恭送您一路好走。这听起来很有点怪耶。来来来，三二一，索拉索拉索拉好，索拉棒。索拉索拉最棒。可以，这样还差不多，再见啦。魔鬼。为什么不让我丢开心果？这样才会开心嘛，一群讨厌鬼。这样的，凭什么不能丢？这不能吃，那也不能，为什么我就不能享受开心啊？你们天女就是看不得我们混图开心啊。大哥，不是不让你吃开心果，是你不能这样子边吃边丢空壳。凭什么不能吃啊？啊，我不仅要边吃边丢，我还要边吃边吐呢。我呸呸呸呸呸，你太捣蛋了，让我来净化你。你不让我好好吃开心果才变态，来给我干我。屁屁苦力呀，干净卑鄙恶歪歪小变态，想碰就来，我满满来，没要求。你太过分了，我不开心。不是不让你吃开心果，你这样很破坏环境的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看来道理是讲不通了，布利。雅儿，你只能听话他。交给我吧。一推五池。秘法，古风。让秘法甜蜜，秘法好心情。站起来了，咱们 PK 定谁对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来。先说了，赢了你，你可不能耍赖哦。我丢壳，但我不耍赖。
两下子吗？还有更多哦。我也没在怕的，甜不甜？在下感到很开心，谢谢小妹妹。开心就好，不过以后可不能再乱丢垃圾了。那会是什么下流画面？你怎么这么丢人？好的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得把这里收拾干净才行。谢谢。吓到我了，还以为你又要混乱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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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顺利脱困，真是简单。这个还是你厉害，光说就能把他们治得服服帖帖的。简单，这路真烂。哼，小玉到了，不知道雅儿。情况，好主意。雅曼，你也到了。雅儿，你在哪里啊？发现或无法，或无法接近。我再打给你。战哥。小姑娘，我不是导弹玩偶。胡说，你不是导弹玩偶是什么？还有，你真不是带导弹，这是绑架，犯法的。什么是犯法呀？你放了我再告诉你。那不行，因为你要听我讲故事。讲故事？是啊。啊？都没有人肯听我讲故事，我只能这样做了。我不听。你听好了。啊？这。故事很精彩的。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在跟小和尚讲故事，讲的什么呢？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在跟小和尚讲故事。让大家久等了，每人一盒。好多香啊！你们听我说，这个是林伟特意托我带给大家的。林伟特意带话，如果你们选他一票，保证每个月啊加工资。加工资啊？对啊，还有每季每年呢、发奖金，怎么样？还有啊，逢年过节呢，继续给我们发五神糕，刺激吧？有这么好？林薇姐姐这是在给自己拉票吧？怎么没见心儿姐姐给自己拉票呢？如果两个都一样，那干嘛还选？走吧走吧，我们去五梦村吃好吃的。走走走。
走喽。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。难道我要一直听他讲故事到世界末日吗？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这样应该送我个奖励吧，当那个最佳听众奖什么的。小和尚讲故事真是太好听了。嗯，真的吗？你真的觉得我的故事很好听吗？而且好故事就应该分享给好朋友听，对不对？你是想把我的故事讲给你朋友听？对呀、啊，那你去帮我把手机拿出来。手机是什么？啊，就在那儿，我的包里，你拿出来就行了。好。这把好漂亮啊。是这个？对对，就这个。你过来，我教你怎么把我朋友喊过来。好。看到上面那个按钮了吗？看到了。一折。不行啊，我的手指太粗，按不到啊。那你给我松绑，我来，我保证不会跑。没商量。那你用我手指。好吧。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？打电话给雅儿。正在拨打电话给雅儿。雅妈，雅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都不接我电话？你听我说，我现在和独彩玩偶。我现在和独彩玩偶在一起呢，他是故事王，讲故事讲得超级棒的，快一起听。雅妈，我遇到了独彩玩偶，他让我听故事，你快来救，陪我一起听。雅妈，我找到定位了，我现在就过来一起听故事。雅妈一定是遇到导弹玩偶了，哎，这世界要是没有导弹玩偶导弹，那多好啊。投票开始。可夜空。